今天我逛了一个传统的市场，中午呢就在这吃饭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吃的是蛮有特色的。吃货们，跟我吃起来吧。这都是烤包子，各种各样的包子。里面都是烤的，是喝啤酒的。这个呢挺著名的，阿根廷炒肉烤肉，这是明火烤。聊了半天，烤肉烤的不太好。这家是卖各种各样的点心的，是吧？他们都一个人一个小桌板，桌板上都放着肉。这家也是一家烤肉的。都是食肉动物。这家也是烤肉的，烤肉喝啤酒。这家应该也是烤肉的，实实在在烤的。每个人手里都喝着有啤酒。这家蛮有特色的，我第一次看到。面包一样。一会儿我试一个看一下啊，这压面条的。这几个大瓶子呢是各种饮料。这大饼很厚的，大面包。看这大面饼啊，把它切开以后，切成那种三角，然后再放上各种肉。我俩。这家是卖的，这个皮儿是，这个黑色的皮儿是汽水做的，它这个汽水呢能煎，就像煎饼果子，像中国的煎饼果子一样。这是阿根廷的煎饼果子。要 check it out， 煎饼果子来一套。我说鸡蛋，你说要鸡蛋，要鸡蛋，要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要。把小姑娘给逗乐了。这也是烤肉的，这是。这上面全是肉。Thank you。那小伙子吃的全是肉啊。这一个人的一大盘子，都是烤肉，反正。这家店呢，我看这好几个周围这几个国家的机场里都有。这家店都是卖这种巧克力啊、小点心啊这种，看来是他这的特色的东西。
哇，这个女的也是一盘肉啊，都蛮厉害的。那中间是卖喝的呢，这也都是烤肉。都是烤肉啊，肉，这个肉比这个人脑袋都大大很多啊，这是块牛的，挂着面条，油炸包子。吃的一家接一家，但这家做的这方面的产品，这个都是油炸的了，就没有烤的了，全是油炸，师傅正在油炸的了。这家也是油啊，在那炸着薯条的，其他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这家店就没人了，这光喝酒的地方了，这是。这家这是的啊，沙拉面包，这是那家面包店，对面面的面包店在这里。这家面这个蛋糕店面包店都是很有特色的一些吃的。这大妈们都在这喝着酒。面包上加上放上肉。这个一般都是面包类的，都是放上各种肉和菜。这个市场呢，除了做吃的，还有呢一个特点呢，就二手店。等先把吃的逛逛一圈，然后再看一下二手店。这卖各种吃的喝的，小点心、小饮料的。这是吃着烤包子，喝着啤酒。这样都是做 cake 的。这都是烤肉店。这家不知道是做的什么吃的，没看到。他们吃的面包。这意大利餐，吃的披萨和帕斯塔。这个吃的蛮丰富的。
这可能是大锅饭，吃的大锅的。这里也有那种大厨面包，我都买上吃了以后，坐在找一个地方坐着。这家就是，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几个人。这个也是烤肉店。这次世界杯呢，阿根廷队为了吃烤肉，五星级宾馆都没住。像这种二手店呢，这里面有几十家，这家还没开门，这个都是。哎，这边这几家都没开门，在另外的都开着啊，这家开着的，都是二手的东西。都是二手店。我要了一点喝的，他说的什么东西呢？我还没听懂。这是像中草药一样很苦，是酒啊还是啥玩意儿？可能是酒吧。
餐呢，我就吃一个大饼，看到把这个大饼很厚的，有两寸厚，把大饼做了切成三角的，这样可以切成这么一块一块的，然后上面放上各种肉，然后呢，我要的这一块呢是把它上面这三种呢，三种鱼三种东西我都放了，它可以混合。今天呢，我的午餐呢，就是一个这个，又要了一调了一杯这种鸡尾酒嘛。我现在吃给你们看啊，我吃着你们看着。嗯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香好香的。这美女还唱着歌，跟着音乐，很软很软的，哦，一摸一把油啊！我拿小拿铲子，现在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是土豆，起司和土豆。